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，尤其是中国的基建工程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，被人们称为基建狂魔。这不小编听说道，中国的机场爆红网络，开了不少老外惊呼中国人速度真可怕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这个神奇的机场就是中国的大兴机场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先进的设计闻名于世。在这个机场里面，就算我们再仔细寻找，也看不到一根支撑物，因为在设计时工程师就花费了大量的心血，经过精心的研究和不断的尝试，最终决定采用八根 C 型柱作为支撑，这在修建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，不仅美观，而且它的实力也不容小觑。根据工程师的解释，我们了解到大兴机场可以抵住12级的台风，非常坚固，因为12级的台风已经非常罕见了，这在修建机场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令人们惊奇的是，这项伟大的创举竟然只花了4年半的时间，令世界都为之惊叹，赢得了各国的掌声，外国人惊呼中国人速度太可怕了，为我国的工程师点赞。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视频下方评论留言。